哎呀，很危险，又电着人了。电一下就完事了，不是说麻一下，不是给我电倒了吗？直接倒下了啊！直接电躺地下了。那两天电麻，今天严重发呀。今天最严重，我是中心的，不是。那两天就过一下子麻，我这手就这样一下就完事了。就今天一下就给我过倒了。哦，还不是广漏的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查查我看看吧。就是碰这个呗，就这两个，就这两个。就这俩，啥时候能出现一下这故障？就看一下。就是您在干啥的时候被电了？是在插桌子的时候吗？不是，我在拿这个东西，这一拿东西，胳膊一下碰这顶上了，碰着什么？碰这两个顶上了，然后一下就给我电到了。电器外壳电人，我一般都是认为它的接地不好，就是设备接地不好。但是我测量零地电压，它现在这个没有。我量了它和零线之间都没有电压。它这块和零线之间有电压。有电压是接地的。它没接地。是不是？这是插的三个啥呀？这是一个，这个一个，那这个里头一个，这个外面是插的是这个锅，那锅是油炸的吗？这是一些油，这个油炸的，那是加温的。那个是对，加温的。这个是里头那个是治病的，这明显之前没有。哎呀，有了！哎呀，出来了。算了，180多伏，是不是？我就说嘛，这电压多高和零线之间？是啊，就他，我就说180多伏，谁碰电谁，180多伏，是吧？就这俩块儿。这个能关吗？哪个？这个，咱都关了。这个可能是。哎，关了。应该是这样。关了，没了，没了，你看看。这你在拧的啥呀？就这个调温度的啊。这就是个加温的，里面是加热管啊。对，里头加热管吧。打开看一下。现在没电，你不用那个。来。里边。里面这一个加热管。加热管坏了。加热管啊，你这个一调温度吧，一调温一加热，它外边就出来了。这不就是他吗？一加温，这不就出来了？这不是一出来吧？他这上面都带电，这上面都带电，所以说你碰到他了，就直接把你给电倒了。修这个吧，这个不能用了。是找厂家修也好，或者是怎么也修也好啊，那就怕坏了呗。对，漏电都电人了，这么严重，漏电保护器为什么不跳呢？来看一下它的配电箱，它这有漏电保护器，而且有地线。饮用机、热水器、橱柜、插座，怎么都不跳啊？冷柜。漏电电流小吗？这还小吗？这直接都电人了都。对呀、都把人电倒了。你倒地上了已经。都给我倒地下了，怎么的？一下就给我打倒了。一下就打倒了。那可不。这咋整？我能一路一路先，现在影响吗？我就是拉到哪个没电了，我看。没事行吗？让我看一下这个啊，这个16万的有可能是灯。我拿一下，再送上去吗？行。就是他拉了以后没了，拉了以后没了，不亮了，就没了。那个建议这个换成漏电保护器。您这个换成漏电保护器吧。
我跟老板说一声吧。跟他们老板说吧。嗯，这个换成漏电保护器，因为它不是漏电保护器，它漏电它不跳。然后我再单独测量一下这个加热器，万用表达到常时开档，测这个插头就知道漏不漏电。然后两只表笔分别测量插头的零火插对地插，很明显是漏电的。再近看一下，漏电多严重，嘎嘎到头。空开换成漏电保护器以后，直接送电。都录一百多了，怎么还不跳啊？那就只有一种原因，就是没有接地线。因为电器外壳如果做了接地，它漏电，它不会电人那么厉害。那就先断电，拆掉这个插座，打开这个插座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看，有地线，没接。线都下好了，为啥没接呢？是不是只有这两根线没接呢？果然没让我失望，这几个插座都没接地线。接好地线以后再看，判断地线好不好，可以直接测零地电压，零线和地线的电压，电压一伏，这就很好。再看这一个，也是一伏。现在这几个都好，好不好我说了不算。那就插上电看一看，应该正常它会跳。漏电的话是吧？跳了吧？嗯。好了，这就跳了，这就好使现在。是不是？它就它漏电以后，漏电保护器及时的跳，这就正常了。啊，这不就是？这就是它就是有问题漏电。啊，现在你电路正常了，啥都正常了。这就对了，电器漏电及时的跳漏保，断开电路。你像这一个多危险，差一点出人命。就是你有时间啊，把所有的插座都测一遍，或者说打开看一遍，看它地下电接没接。我们要不预约一下王师傅，或者是今天晚上您就来，或者是明天晚上也行，您看时间。我觉得您还是给我们测一下，我比较放心一些。这太那个什么。必须那样做啊，必须，是不是？你像这些虽然有漏电保护器，如果地线不好，啊、漏电它不跳，它电人它不跳。现在这个好使了，那个一漏电它马上跳。嗯嗯，你们先营业，然后晚上吧，因为我们是到十点。行嘞，下次再给他检查其他的电路，这样我就暂时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